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最近几年呢，花月团追了一位平平无奇的小天才，他不仅是有非常美妙的音色，而且他的性格非常有趣，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面怼粉丝，而且粉丝还非常喜欢被他怼，甚至还会排队的等着他怼。他很会撒娇，他的粉丝也非常宠爱他，不管他说什么，粉丝都会用心的维护他。这个人就是周深。说到周深，很多人都会想到《大鱼》这首歌吧，这是他的代表作，很多人都是因为听到这首歌才会走进到电影院观看电影《大鱼海棠》。他这首歌呢，在动画片里吧，想要表达的意境表达的相当的清楚，让观众能够产生共情。在电影当中没有表现出大鱼，但是电影呢也是非常好看的。仔细想一想啊，周深出道也有很多年了，刚出道的他呢是不温不火，一直到今年参加了歌手之后呢，周深是一夜爆火。他多年来的努力终于被人看到了。周深不仅会唱歌，而且他的嗓子如同是声优一样，能够模仿很多的不同年龄段的声音。周深从被质疑到被接受，是音乐让他没有放弃，音乐就是他生命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他对音乐非常的热爱。网友们都知道周深的高音非常的高，而且非常动听，与很多的歌手合作的时候呢，他和声能够让大搭档非常出彩，空灵般的嗓音犹如是天籁一般，听周深唱歌会让人非常的放松，甚至于会反控自己，能够让所有的疲倦呢短暂的离开自己的身体。最近呢，周深做客了薇娅的直播间，薇娅在直播间和周深互动，想要周深唱青藏高原的高音部分，这对于周深来说呢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索性就开唱了。这唱不要紧啊，桌子上的玻璃杯呢就直接坚持不住碎掉了，但是在场的几个人都非常震惊，但最震惊的就是周深自己了，他没有想到过自己的高音能够震碎高脚杯，他的表情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就好像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子一样，眼睛瞪得老大了，一脸不敢相信的样子。不过周深的这个举动呢，也让人彻底看透了他。他唱碎高脚杯的那一瞬间，他被惊到了，唱歌的声音呢稍微就顿了一下，随后完全不理会薇娅和助理的惊呼声，自己默默地把剩下的部分都唱完了。这就是周深对音乐的态度吧，让人钦佩。不管旁边的人有没有听他唱歌，但是只要唱了就要有始有终。虽然周深的表情能够凑很多的表情包，但是唱歌的这个举动呢，还是吸引到了很多人呐、啊。能够唱碎高脚杯的歌手有很多，但是能够坚持把歌唱完了的就没有几个人了。周深好样的，你的未来更值得期待，加油哦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